新服和新鞋子怎么都帮你买好了，洋装的颜色有白、黄、粉、红、绿、蓝、黑，按次序排列。鞋子都当季最具设计的鞋款，这一切都是按照你以前的高标准。无所谓，衣服能穿就好，鞋子耐穿就好。鞋子耐穿就好了，要什么设计感啊？ 总之，欢迎你回来。回来？是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上海？回上海住哪？我父母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已经帮你去找他们的消息了，你不要担心了。更何况，你回来可以先住在我家。不可能，我们已经没有婚约的关系。 而且你父母，他们不会接受我的。你放心，我爸妈已经知道他们当初这样对你太过分了，他们也都在等我带你回去呢。心蕾，只要你给我时间，我会给你永远的幸福。请你不要这样对我。 不管你想法怎样，我永远不会改变我的心意。饿了吗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。你先换衣服。 我是于心蕾，我已经搬出晴朗家了。麻烦你遵守承诺，把地契还给阿妈。